根本交给处有一个大概6.5公分的肿瘤。那如果使用外科的开刀，我可能要进行一个剖腹的一个处理。那我们使用内视镜方式，就是以胃镜的方式下来进行一个肿瘤的切除。所以我们术后病人并没有产生一个术后伤口，正常开刀可能病人这边就会有一个大概10公分的伤口，那整个胃要全部做一个切除。觉得做了之后手术非常成功，那我自己一点感觉没有，一点痛都没有。当天下午就可以吃东西了，就下来就走了。我自己的感觉，哇，怎么这么轻松？我说，哦，有几个洞，我还以为开了几个洞呢，后来才看到都没有。所以这个手术第一次做得非常好，真的，我非常感谢第一次。